茶多宝顾名思义就是从茶里面萃取了精华出来，这精华呢它可以达到什么功效？第一，它可以让你提升植物的免疫力；第二，它可以融到我们的泥土土壤里面呢，达到了排水和保水的这个强大的功效。最重要的就是茶多宝里面的这个茶精华呢，可以让我们的土壤的酸碱性平衡，而且提供了全面的养分。我们这个产品呢，融合了所有天然的产品在里面，比如说茶叶的渣，我们棕榈叶的残余物，还有我们一些季节性的水果的皮，我们都融入到我们这个堆肥的制作过程。大致上呢，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原料加上适量的水分，还有我们应用剂，就是我们的良菌堆积，每天不断的在防，然后累计2到3个月的时间沉淀下来，才可以生产出成熟的堆肥出来。有机肥或者是堆肥，我们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农作产品。然后如何把这一个有机肥更显示出它的这个效应呢？我们就要把一些植物的精华萃取，然后呢放入我们这个有机肥。在这边我们所谓的精华萃取，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茶的精华的萃取，让大自然回归大自然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就比如说我们要种植的话，就让我们大自然种出大自然美好的农作是最好的选择。综合来说呢，这一个茶多宝呢会让整个植物更加自然的情况之下呢健康茁壮的成长。